看我的学校太美了。综合格斗是一项长期的训练，但是终有一天，这些练习者们将经历最终的考核。他们将站在聚光灯下，等待着自己的命运。赵亚飞，21岁，从小练习散打，在赛场上战绩斐然。宋亚东，19岁，擅长格斗，是目前赛场上最好的格斗选手之一。不俗的外表，健硕的体型，过硬的技能，必胜的信念，是他们代表着现代中国运动员的最高境界。现在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比赛即将开始。是的，而且还赢的是八分。